这玩意儿太爽太解压了吧，我买一个我测测它。买回来了兄弟们，这玩意儿太贵了，肉都疼了。咱们打开看看啊，咱们看它里面都有啥。这是一个蓝牙音响，什么玩意儿，手机支架啊，应该是。还有一个数据线，充电头，说明书，拳击手套，这什么，应该是手腕带缠手腕上的啊。这还有一个魔术贴啊，重点的来了。哎呦还挺沉。哎呦啊，这个就是那个拳击机的主体啊，这玩意儿钱来的就是好，这质感都不一样，咱直接上墙看看效果。安装好了，已经安装方法也很简单，魔术贴往墙里一粘，它粘在魔术贴上，而且怎么拽都不掉。它还给咱们搭配了一个 APP 啊，放一首曲子，咱直接开干。兄弟们，这个东西打起来确实过瘾，确实爽，真的很解压啊！我觉得有想在家里锻炼的，工作压力大的，跟女朋友吵架没地发泄的，你整一个真挺过瘾的。